工作是一位社工，我想要邀请你一起来为台湾的社工祷告。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孩子们都在家里面，那相对的主要照顾者就非常的辛苦，他们的经济也许也遇到了困难，那亲子关系有些也是蛮紧张的，所以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家庭祷告，也为社工祷告。亲爱的耶稣啊，还是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位置上，让我们能够成为社工，来进出每一个家庭，来关心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孩子。也感谢耶稣，你让我们能够带着丰富的物资到家里面去，让他们的生活是不会缺乏的，让他们是有能够感受到爱、被关心、被支持的。亲爱的耶稣啊，我也要求你保护台湾的社工，他们进出到任何的地方都是被你保护的，不会被细菌所伤害。是的，耶稣，感谢你，还是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的，各位同学，下午好。然后今天是我们就是亚克力艺术创作课的最后一堂，对，所以我这边呢在黑板上面写了，我们叫春季结业咯，耶、yeah! 然后我觉得有点可惜的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我们后来的课程就是变成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跟同学们真的面对面，面对面呢那种感情就是不一样。那但是呢，我们虽然这只是透过网络啊，但我相信呢，我们创作的激情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是减退了。OK， 好，那在这里呢，先预告一下，就是我们从下一周开始，因为亚克力的课程已经结束了嘛，那我们春季班课程算结束，我们有一个漫长的七八月的暑假。OK， 七八月有漫长吗？啊，两个月其实也蛮长的啦。对，那这个暑假期间呢，就是 OECOS 非常非常的有那个教学的热忱，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虽然停班不停学，跟小学生一样好。所以呢，就是会在就是七八月的每个礼拜一，也是亚克力上课的同一个时间，我们是两点到三点半。那会有一个就是创意的，有点像工作坊这样子。那我呢，跟玉婷老师，我们两个人会配搭，那就是会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会借由譬如说我们玩的玩具啊，我们所看的绘本啊，那或者是我们发现了什么新的东西，然后跟大家分享。那分享之余呢，我们当然也会带同学们就是看一下我们平常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从生活当中去截取一些创作的灵感。那我们会在现场大概花一点时间，然后做一些手作，或者是带大家做一些创意的练习。那当然就是在整个过程里面呢，就是我们也会欢迎同学，就是如果你们看完了之后有兴趣，是可以一起跟我们做的。那当然做完了之后呢，就像交功课一样，就是可以直接 po 在 LINE 的群组里面交功课，那老师就会知道说 OK， 其实你是有这个兴趣想要跟我们一起玩，那我们就是会花时间，然后来也许就是会有一段时间来讨论你们创作出来的东西。那或者如果你们没有想要做也没关系，因为这个工作坊呢最主要其实就是截取一些生活中有趣的东西。那这个工作坊的目的性就是希望给同学多一点 idea， 然后在家里学习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太无聊。那当然里面也有一些更不一样的课程，是跟亚克力啊跟彩色墨水、啊、就是我们两个老师教的内容不一样的东西。那希望这个暑假大家都会觉得非常有趣，那不只是就是年长者可以看，甚至你也可以带着你的孙子啊孙女啊或者是朋友们也一起上线来看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分享哦。 OK， 好，那预告完了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进入到今天同学们最后的一个作品。好，那在讨论作品之前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已经有点疲累，所以呢交作品的同学也没有像之前这么的多。那我们今天但是还是一样，就是我觉得认真的孩子你能够坚持下去是最棒的。那就是如果
你们可以这样子维持一个热情的话，老师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啊。好，那当然我老师也是会尽全力的，就是来讨论，然后来分析跟就是一起欣赏同学们的作品。好，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转到同学们的作品啦。好的，带我看一下我的手机，稍等一下哦。我把他叫出来，同学们等我一下。好的，转转转。OK， 那同学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封面上面的作品，是老师在上个礼拜啊，就是现场示范完之后，老师也是有很认真哦，有回去，就是我既然答应了同学要把它做完，我就把它画完了。那我画完的部分呢，因为我们先讨论同学们的作品，讨论同学们的作品完之后，我再跟同学就是更多的来分析一下我画这个作品的内容部分。好，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同学的秀珍的。好，来，秀珍这里的图说非常可爱，她说：嗨，我是从外星球飞来的 ZZ， 第一次拜访异想城市台北，好喜欢这个热闹有趣的城市，欢迎台北人搭太空船来到我的星球一游哦。 OK， 好，所以其实是外星人来到了台北，然后看到了台北的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画面里面有台北的101， OK， 然后还有很高耸的建筑物，然后还有一个不得了，这巴士是是往下的，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哦。然后再来呢，就是还有教堂，然后整体而言呢，我觉得这个配色非常有趣，然后还有上面居然还有吊环的少女，我们等一下会下一章的时候会看得更大一点。那我先把整体的稍微讨论完。那在这个用色上面呢，其实老师还蛮喜欢秀珍在用色上面的特别，因为秀珍她大部分用的颜色就是非常的显眼，就是很鲜艳，显眼又鲜艳。OK， 好，那所以呢，她在整个画面上面就会看起来。可以看得出来，秀珍是一个热情如火的孩子，可以称为孩子吧，因为大家有画画的这个心呢、啊，就表示其实你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孩子童趣的一个心在里面，都可以从你的画面看得出来。那我觉得是非常的可爱。那尤其是下面那个来到台北的外星人，应该就是那位脖子非常长的女生吧。OK，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这个长脖子的女生，我觉得这个造型很有趣。好，那我们看下一张。好，我特别把那个就是飞在上面就是拉吊环的这个体操选手一个少女放在上面的这个位置把它圈起来，我觉得非常有趣哦。是因为没有想到秀珍会在这个画面里面想要放一个吊单杠的不是吊单杠，讲错了，吊环的。我那时候想到的是第一个，请问他的吊环是公车上的吊环吗？这样就还蛮有趣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居然想到蔡依林，莫非蔡依林也可以算是我们台湾的就是代表人物吗？好，那旁边的部分呢，就是会有那个烟火，还蛮可爱的，就是真的很像一簇一簇的花吼。好，那下一张呢，就是我把它放大版的这个外星人。我说真的啊，就是我觉得这样子的造型是非常有趣的，比起如果你只是画一个真正的我们印象中的外星人，这个样子秀珍的表现会比起一个真实外星人的脸要来得更有趣哦，就是感觉像这个外星人为了想要能够融入就是地球台北这个城市，所以呢他就伪装成一个就是地球人的样子，只是呢没办法，他脖子就是太长了，他再怎么模仿呢也没有办法改变他脖子长这件事情，所以呢他的脖子就特别的长。那我觉得整体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角色在里面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可爱。好，然后
也许他力气大到啊，就是手稍微这样一挥，前面的那台车就翻倒了。对，好，然后他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这样子，好，完全现在老师自己在编故事。好哦，那我们看下一个同学的作品，这是爱珍的。好，爱珍的主题是台北一日梦游。我发现呢、啊，这次交作业的同学们真的都在画台北景点，这是真的很妙。莫非你们有私下讨论吗？怎么大家都画台北呢？好，啊，莫非是因为大家都住台北的原因？好，那爱珍呢？这里的他的图说是说，疫情期间台北城形同无人之城，三级警戒，街上人烟稀少，化作鸟儿四处游览。由圆山大饭店飞越彩虹桥，来到承恩门，与同伴停留城门屋顶，聆听活出爱的音乐哦，享受无人城市的宁静。我这里看到活出爱的时候，就那个旋律就进来了。不知道大家知道活出爱是一首歌吗？就是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好，就是这首歌，大家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查。这首歌非常常被使用，因为它就是一个就是把爱传递出来的一首歌，非常的好听。好，那它下面说下个目的地就是台湾的地标101大楼，希望它能敲醒和平钟，让世界尽快恢复平安喜乐。其实从同学们的图说都可以感觉得出来，大家真的超级希望可以就是疫情赶快过去，然后整个世界都可以恢复到一个充满了爱跟充满了和平的一个世界。 OK， 好，那在爱珍的这幅画里面呢，老师没有想过你居然画得这么工整啊。不知道爱珍你在画的过程当中有舒压的感觉吗？其实本来是想要让你们舒压的吼。然后我记得在赖群组里面有同学说，就是不得了，那个压力很大，吼，压力很大。然后但是呢，画到后来就会觉得慢慢有那种舒压的感觉，我是觉得也蛮有趣的。好，那我们看下一张，下一张。好，对。然后这一张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因为前面的那些建筑物都超严谨的，真正放松的应该是只有后面的背景吧。好，我不知道那个爱珍你是有没有真的放松到啦。然后另外呢，就是我看到你这里面画的是中正纪念堂，但是在你的图说里面并没有提到中正纪念堂，你反而讲的是承恩门。我那时候在想说，奇怪，中正纪念堂有一个门叫承恩门吗？应该没有吧。后来我还去 Google 了一下，才发现原来承恩门就是北门，所以你的承恩门其实是北门哦。那你画的不是北门，你画的是中正纪念堂，所以我不知道北门可能不在这儿。好，然后再来呢，就是你的那个圆山大饭店啊，请问是用尺画的吗？怎么可以这么直啊？太神奇了。好，那这个就有一点点就是可惜，是因为我希望你们不要就是太要怎么说，太具体的具象的去呈现，因为它就会让你很严谨，就是这幅画里面看起来就是不放松，它是非常严谨的在画图。那其实我当初做就是开这个功课的时候，就是希望同学们是可以放松的、哦、那感觉上爱珍没有放得很松，就是还蛮清楚的画出圆山的格子。但我不，其实我也没有想要去算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跟圆山的那个方块一样数字、哦、对。那就是其实爱珍你真的可以再放轻松一点，就是不用这么的直。那但是我觉得你的反而是你的中正纪念堂那个部分我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它比较感觉上你是比较放轻松一点的，那相对于圆山大饭店就有很大的对比哦。 OK， 但是我觉得就是爱珍，如果你有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得到一个舒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那我们看下一个。好，苑娟的。
苑娟她说，这是一个没有新冠肺炎，应该是的城市，这是一个没有新冠肺炎的城市，让我们都先来这里避难，我们一起到教堂祷告，祈求上帝的恩典和怜悯，让这个疫情赶快结束。 OK， 好，那苑娟呢跟老师一样应该都是基督徒，那我们其实也很容易会在画面里面啊放上就是教堂这个十字架。好，那个其实等一下的同学看老师的作品的时候也会发现我的理念也会有吼，那其实大家都是很希望在这个疫情期间真的赶快过去，然后有我们的就是上帝能够有一个恩典降下，然后让这个疫情可以结束。那苑娟的这一幅画呢，其实颜色老师很喜欢，这个颜色就是有一种清新感，就是很像当初上个礼拜老师原本在画那个底的那个颜色，就是蓝绿色调再加一点黄色调进来。对，那我觉得苑娟你的颜色就是很漂亮，是老师喜欢那种夏天清爽的颜色。好，那整体上呢也感觉放得还蛮松的，就是我觉得苑娟你做得还不错。然后下一张，好，那下一张呢就是虽然就是我在这里也是放大版的，我们可以看到苑娟的作品啊，它的其实就是在建筑物上面的确就是放得比较松，然后它也是用块状的方式跟线条的方式去呈现那个建筑物，然后呢再来就是说没有太多的细节，顶多就是可能在教堂的屋顶上面有一些砖瓦的细节上面他有画，但是他并没有把它描述得太清楚，那我觉得这样是蛮好的。好，下一个，下一页。好，那这是苑娟的下半部，那他的下半部的部分呢，我觉得光是连建筑物其实就是艾珍你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苑娟的建筑物啊跟你的那个圆山的建筑物它会有一种不太一样的感觉，是因为苑娟的建筑它其实比较像是块状，然后再去加一些就是没有像尺一样这么直的线条，所以它的线条是有一点歪曲，但是在歪曲当中你就会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没有要求到那么直那么完美，而是能够在这个创作里面呢稍微能够看得出来是什么东西，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不用这么明确的直线条。那在这里面我觉得苑娟